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。庸私藏，妻心伤。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。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。刚才看宝宝好像出去了吧？勿虽小。这次出去打工，干完这阵儿就可以把所有的债全还了。回来咱把证领了，再好好办个婚事。你这跟我两三年了，老拖着，确实也对不住你。办啥婚事啊？费钱。这么大岁数了，搭把过日子呗，领个证就行了啊。不过你出去要注意安全啊，别为了挣点钱把命给搭上了。听说矿里老出事儿。你放心吧，我干这事儿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没问题的。以后宝宝还要多亏你照顾啊。放心吧，这个孩子啊特别懂事，平时还帮我干活呢。你走以后啊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走了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爸爸，现在就走吗？能早点回来吗？就一年啊，一年就回来了。你要乖哦，在家里不要惹阿姨生气了，听到没？不会的，爸爸，我不惹兰姨生气的。真是个乖孩子，跟个小大人似的。兰姨，哎，我来帮你们拎包吧。好，不过这个包太大了，你拎不动，你帮兰姨去拎那个小包，好不好？好，真乖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孩子。啊，快快快快快点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来不及了，快快快。给爸爸。慢点啊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那我走了。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走吧。爸爸再见，爸爸再见，爸爸再见，爸爸再见。瞧着点，你注意安全。回去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回去吧。哎呀，你看你爸爸毛手毛脚的。没事了，回去给你做饭吃啊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，兰姨。宝宝啊，等你爸爸回来，把婚礼办了，你就可以叫兰姨妈妈了。嗯。到时候啊，
咱们把小姐姐哥哥接过来。我还真是想他们了。你都这么高了，哥哥姐姐一定更高了。你没来妈妈，他们没了爸爸，都是苦命的孩子。兰姨，吃菜。好。毽子猫舞锤，毽子猫舞锤，丢了。家宝的父母是不是在外地打工了？是是是。您这腿脚也不方便，您要不然以后家长会不用来了。家宝学习成绩好，每次都是班里前几名，这孩子一点都不操心。啊，那麻烦您多费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行，那您忙。行，那您慢点啊。啊，谢谢老师啊。我是四季。宝宝，今天姑姑跟你回家去看兰姨好不好？好，咱们快走吧。哎，好，来来。那辛姑姑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姑姑你慢点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哎，大姐，要不是治下病，你的脚不好，保治百病呢，治不好不要钱。哦，不要不要，治下吧，大姐，治不好不要钱。没钱，不要钱，没钱。花好多钱呢。嗯。哎呀，大姐，您怎么来了？给宝宝开家长会去了，过来看看你。哎，快快快快！我听着有人说话吗？来来，快进快进。哎，快坐快坐。来来来来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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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大姐。你这腿脚不方便啊，以后就别去开家长会了。等他爸爸回来啊，我们办了婚事儿，我替您去。那你辛苦了，您才辛苦呢。哦，宝宝，你爸爸快递玩具给你来了，快去玩去。哎，大姐，您先坐着，我去把菜端来。行，你忙着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你爸也不省省，为了你啊，你爸是真舍得呀。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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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宝，别顾着玩，赶紧吃饭了啊。来吃，大姐。老娘怎么样了？还那样。您看您真不容易哈，没儿没女的，老公又跟您离了。你看飞机。啊，好，快吃饭去啊。老娘瘫痪有十几年了吧？嗯。你这一个人照顾太不容易了。大姐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喊我，千万别客气，好吗？行。英杰走了多久了？嗯，三四个月了吧。哦，那还早呢。他最近怎么样啊？哦，挺好的。你看，这不是还给孩子烧玩具来了吗？唉，也是，赶紧回来吧。为了给宝宝妈治病啊，英杰真是遭了不少罪呀。这债也欠了这么久了，赶紧还完。你们俩呢，也赶紧把婚事办了。哎，大姐，
等英杰回来，我们把婚事办了以后，您就歇一歇，老娘我们俩来照顾，您把腿治一治。不治了，我这老毛病了。再说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不治了。宝宝怎么还玩呢？快先吃饭，快吃吧。你们算是选对了啊！这个三十，这是我们这最好的，你这真有眼力啊！桂芬，不错吧？别说，这真是比别的地方挣得多。这怎么卖的？卖点什么？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件衣服不错吧？好看吧？这白色的，白色也挺好看的。看看这质量，真不错呀！不错吧？这件，嗯。哎，哪来的吧？这来回去还行。喂，大姐。交钱，交钱，交什么钱？在这儿摆摊都得跟我交钱。这不是你的地儿，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卖东西了？看什么看？拿钱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这儿摆摊就得交钱，不交钱吧，看到你踹了。你踹一个试试，你踹一个试试。你以为老娘好惹的？哎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踹一个试试。哎呦，我这还剁牛了是吧？信不信我真给你踹了？我就不信了。就不给是吧？就不给。上！哎，兄弟兄弟，我们真没挣到钱，这把钱一定给你。去一边去！我别！弄死我！有种你别跑啊！再不然你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干什么钱？凭什么？有没有王法呀？哎，死我！什么东西？你消消气儿啊！有没有王法？你们赶紧跑吧，他们一会儿就来了。他们下手可狠呢，快跑吧！赶紧跑吧！不，好容易有这么个摊儿挣点钱，容易吗？我不信他们这个邪，他们能把人怎么样啊？哎，真的来了！快快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！来了来了来了！事儿了，来了就知道了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陕西医院来电话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到底什么事啊？怎么会在医院里呢？别让老太太听见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去看一看。大姐，宝宝就麻烦你这两天照顾他了。行行行，你赶紧去吧。啊，不会有什么大事吧？哎呀，但愿没事吧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吧。哎，宝宝就麻烦你了。行行行，放心吧啊。
去西门山的票。我们下班了。啊？你给我来一张吧，我有急事啊。我们已经下班了，最后一班车也马上发走了。师傅，我有急事儿，你让我上车吧。不行不行，走走走。师傅师傅，我上车补票，补票还不行吗？多危险啊！谢谢啊。兰姨呢？你兰姨啊，这两天有事儿出去了。你呢，跟姑姑待两天好吗？好。你奶奶呀，在家等你呢。啊、哦，小宝回来啦！这两天呢，你就跟着姑姑了啊。嗯。奶奶。哟，宝宝来啦。奶奶，我来喂你吃吧。啊哈哈。不用。好孩子，真乖。奶奶不用你喂啊。宝宝，姑姑给你盛饭去啊。啊。姑姑，吃饭。姑姑，嗯，你吃啊。啊好啊好。来，宝宝吃菜。谢谢姑姑。宝宝，宝宝，嗯，想爸爸吗？想啊，当然想。那就好。你爸爸在外面打工也真不容易啊。姑姑，啊，吃饭。哎，多吃点啊。嗯。来吃菜。吃点菜啊！谢谢姑姑，谢谢奶奶。什么情况啊？矿上出事了，矿难挺严重的。王院长，王主任有事找您。好，我这边有个病人，我马上回去看你。他被送来的时候病情非常危急，经过我们医院一个多月的救治，他现在病情基本稳定，可以回家静养。他在哪儿呢？在前面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走，你不要着急。你看看是他吗？慢慢给你解释。
不要激动，请你到我办公室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不要紧张，我给你解释解释。由于患者颅脑损伤，胸椎骨折，已经进行了手术治疗。你好，现在患者只能简单发出声音，且下半身处于瘫痪状态，时常伴有间歇性痉挛。你们要做好长期照顾他的准备。他真的好得多吗？由于伤情严重，以后站起来的希望不是很大，家属要细心照顾，多与他沟通，尽量恢复他的语言能力。至于医院费的问题，你就不要担心了，政府和医院已经给他垫付了大部分资金，只有10000多块钱等到办理出院时的交清就可以了。10000多块钱，我全家也拿不出来1000块钱，你说他出来打工为的是还债，一分钱也没赚着，我们全家都指着他了。不要激动，走，起来，咱们到办公室去。你说我上哪儿弄钱去啊？起来，起来，咱们都慢，有话好说，慢慢说。到办公室，来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给你起来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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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好，咱们去办公室说啊。给你坐下，来，进来。请坐在那儿。我看了看你家的病情，我知道现在你的家庭也很困难，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很同情你。我们作为医院领导，同意把下欠的一切费用全部给你免除。你的那些钱，回去给他买点营养品来补一补身体。我这儿有残疾人适用的轮椅，我送你一个。谢谢。护士，你过去给他拿一个去。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我们这是我们应该的，来来，快点，起来，快点，起来，快点。来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谢谢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这是应该的。宝宝姑。宝宝姑，哎，电话，啊，来了，一趟趟这么喊你，这成了你的公用电话了。你腿也不方便，也不备用个电话，家里万一有事儿咋办？是，这不没钱吗？接电话。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吧？完了，大姐啊，你是我的命，怎么这么苦啊？什么完了？人没了，人废了，瘫了。个人弄不了的，那个小宝来接我们吧。
不过。你们家怎么老出事啊？宝宝姑，宝宝姑，电话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宝宝回来了。嗯。宝宝。嗯。听姑姑跟你说啊，你爸爸回来了。爸爸回来了，爸爸真的回来了。那我们走吧，去见爸爸。姑姑，快点！别着急呀。怎么要走了？走啦，宝宝。这一家人，上辈子造什么孽呀？
怎么了？你怎么不会说话了？你还走吗？宝宝啊，你记着哈，买菜的时候一定要买又便宜又好的菜，啊，兰姨教你怎么挑菜啊。挑菜的时候啊，这个菜啊，它这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这个菜啊，它这个叶子就看不到它。别扒，别扒，别扒，你扒菜就烂了，不好卖了。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你买不买？要买就买，你好好买，你不能扒我的菜。哎，我怎么说我不买了？我买呀，我怎么不买啊我？你这葱叶子怎么卖的？一块钱一斤。这个葱叶子你还要一块钱一斤？两毛钱给我得了。你两毛钱你上大街上去捡吧。你卖不卖？不买拉倒，不买拉倒，不买拉倒，不卖。有的是卖菜的，咱们上别家去买去。爸爸，你这样办不对啊。满意教你。记住，按透了，知道吧？嗯，来，你按试试。哎，你这样按不行啊！我再教你一下啊。哎呀，这样，看没看见？这是肌肉啊！来，好好按。哎呀，你按谁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看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你得使劲儿，宝宝，我教你翻身。你快点撒飞，看见没有？
爸爸，兰姨说等你回来，我就可以叫她妈妈了。到时候小哥哥姐姐也来，多热闹啊！兰姨去哪儿了？亲爱的宝宝，小宝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能什么你们了，别怪阿姨心狠。兰姨还有自己的孩子要养，我真的没有能力了，对不起。爸爸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兰姨走了吗？爸爸，你为什么哭啊？爸爸，我去上学了。爸爸，再见。小宝，对不起，我想不能再照顾你们了，还是走了。回来了，啊，姑姑，你来了，宝宝回来了，学校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姑姑，兰姨呢？你兰姨有事儿走了，她说她以后
回来看你。饿了吧？嗯。那姑姑给你做饭去啊。你给爸爸按摩会吗？我会按摩，而且还要常常翻身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宝宝真懂事。爸爸，舒服吗？我按的对吗？爸爸，兰姨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宝宝，来，喂爸爸吃饭啊！姑姑得回家照顾奶奶了啊！你给爸爸喂完饭呢，就自己吃点啊。写完作业早点睡啊！来，宝宝，去拿条毛巾。记着啊，以后喂饭呢，给爸爸垫两个枕头啊，让爸爸舒服，记住没？哎，好好好啊，就这么喂啊。那姑姑先回家了啊，奶奶还等着呢。爸爸，以后我来照顾你。我也会做饭，给你按摩。老师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每次怎么来这么晚呢？谢谢老师。逆境呢，刚才老师已经给你们举了几个例子，我们每个人对于逆境的，老师对不起，我们每个人对于逆境的看法与定义也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觉得逆境是一件坏事，但有的人觉得逆境是一件好事。幸运固然令人羡慕，但战胜逆境则令人敬佩。好，这堂课结束，下课。小宝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最近上课打瞌睡，你这个经常还迟到，下了课就往外跑，学习成绩还直线下降，啊？老师，我没事，就是最近有点累了。努力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得注意，你这样的话效率不高，并且伤身体。你最近怎么连个人卫生都不注意了？你看都脏成什么样了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会注意卫生了。去。爸爸，家里没钱了，咱们只能吃剩菜了。爸爸，我看外面有人在卖饮料瓶子，我也去捡瓶子卖，以后咱们就有钱买菜了。爸爸，我去上学了。好，这堂课到此为止，下课。老师，再见。
回来了。爸爸，我去做饭了。太长了，我帮你剪剪头发吧。爸爸，你头发再长长一点，就变成蓝爷了。爸爸，我去上学了，爸爸再见。我家里没菜吃了，我想卖了这个买点菜。你家大人呢？这么小就让人出来挣钱买菜？不行，我爸爸生病了，他瘫了。什么？你爸瘫了？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死了。死了？来，孩子，阿姨给你称一下。这样吧，阿姨给你5块钱，让你买菜，行吗？你这5块钱也买不多少菜啊，我屋里还有菜，阿姨给你拿点，行吗？谢谢阿姨。等着阿姨哈。这点菜你先回家拿着吃，可惜阿姨没有肉，
阿姨，我不吃啊。哎，你不吃肉怎么能行呢？你这脸怎么了，宝贝？我，阿姨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下。阿姨，谢谢你啊。没关系。没事了啊，待会儿啊，姑姑给你留点钱。姑姑不用，我自己能挣钱了。我今天卖瓶子还挣了5块钱呢。听见没，英杰？孩子活的都比你明白。饿了吧，宝宝？那姑姑给你做饭去哈。不用，你歇着，我自己可以做。宝宝乖啊，你给爸爸按摩，姑姑做。以后捡瓶子别告诉同学啊，省得人家笑话你啊。姑姑，你放心吧，我放学后才捡的。真乖啊。别做怪动作。你怎么又这么脏了？你捡饮料瓶干嘛呀？老师，你不是说乱扔东西会污染环境吗？所以我放学后就会捡一些卖给路口的阿姨。环保是对的，你这样做很有意义，还能挣点钱。
你学着点人家。你看人家这么小就有环保意识。兄弟，我不容易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你就跟我聊一会儿，又聊一会儿。一个听我说话的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原来全都是我的，我不是一般人。我这钱没了，我他妈就是个二班的了，我。叔叔，这个能卖几块钱？给你我不要了，你就放开我吧。我爸爸还等着我照顾呢。我如果回不去，我爸爸会死的。你照顾你爸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爸爸瘫了，他在等我照顾呢。我爸爸还等着我喂呢，他在等我回家，我必须急。什么？爸爸瘫了，照顾我？是。孩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错了，孩子，你原谅我，我错了，孩子。孩子，你拿着，孩子。谢谢叔叔，我不要。孩子。谢谢你，孩子。宝宝，今天捡了不少吧？叔叔阿姨给我很多。哎呀，
你这孩子每次看到你我都感觉心酸。纸巾的钱给你10块。谢谢阿姨，你每次都给我多的钱。姑姑说其实我捡的这些瓶子根本卖不了那么多。没事，这是阿姨愿意给你的，等你长大了呀就不用捡垃圾瓶了。哟，对了，那烫伤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阿姨送你个电磁炉，等着。旧点但能用，会用吗？会。以后啊，就不用烧煤气了，太危险。阿姨，谢谢你。没事儿。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姑姑，你来了。嗯，来看看你。哟。买不少菜呢，准备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嗯，今天卖东西，阿姨又多给我钱了。我买了黄瓜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菜。对了，姑姑，那个阿姨说不让我用煤气了，说太危险，让我用这个电磁炉。那先放那儿吧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宝宝，想吃什么呀？姑姑给做。姑姑，今天不用你做饭，我自己来做。哎呦，宝宝长大了啊，会挣钱了，会买菜，还给姑姑做饭呢。哎呀，这脏的啊，待会儿姑姑给洗洗。屋里有人吗？啊，谁呀？这是孙英杰的家吗？是是是，那个，啊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是街道委员会的，这是我们张主任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们这是？是这样，那个听说你们家呢生活非常困难，我们一直也不了解，所以呢过来呢看一看。哎，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家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？啊，行行，来坐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水。谢谢啊。怎么说呢，我弟弟外出打工，结果遇上矿难了，你说这钱没挣着吧，人还弄成这样。我自己啊，这腿又不好，这家里啊还有个躺在床上的老妈呢，这孩子继母也走了，家里就剩下我们老幼病残了。你这个样儿，还得一天两头跑，能照顾过来吗？什么呀，我就是腿好好的也照顾不过来呀。这不幸亏孩子懂事儿啊，我弟弟呀，全靠他儿子一个人照顾呢。他儿子？这不他吗？哦，这么大孩子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家里就这个情况，你怎么样？这不只能委屈孩子了。挺好的。哎呀，这孩子得这么多奖状呢。嗯，他学习这么好，真是个好孩子哈。三好学生。是啊，哎，我看他现在恢复的还可以，能说一句话吗？啊，能说点了。啊，辛苦你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那你这个情况我都了解了，啊，我一定要尽快的向上面反映，好不好？那谢谢了啊。啊，不客气。那就这样吧，那我们回去，好吧？嗯，好。那我们先走，你等消息吧。那麻烦你们了啊。不客气。哎呀，太难了。是啊，这家人真不容易。你看，我看啊，咱们抓紧时间啊，给他解决点实际问题，好吧？妈妈，天哪！你会这么穷的，明天一定是蓝天。
咱们家了。爸爸，我们最近新学了一个句子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爸爸，你说应该是重于泰山呢，还是轻于鸿毛呢？我长大了要当医生，到时候专门为爸爸治病。哦，还有奶奶、姑姑，可惜妈妈走了，她去天堂了。兰姨，天色冷了吧，孩子？宝宝，宝宝。阿姨，兰姨呢？孩子，我看你来市场来了好几次了，阿姨对不住你，每次都躲你。孩子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，兰姨不是不想你呀，她是怕见你们呀。大人的事儿，小孩你不懂。你兰姨回来了，你想见吗？想，阿姨，快走。阿姨，怎么还不到啊？别着急啊，宝宝，马上就到。阿姨，快点，就在楼上。啊，宝宝，你兰姨就在这屋。兰姨，宝宝，兰姨，宝宝，兰姨，对不起你啊。病情会下重的，爸爸吓怕。爸爸，兰姨答应你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爸爸坐起来了，兰姨一定去看你们。兰姨等着你，爸爸懂事，一定能做到的。阿姨，我可以叫你爸爸了吗？
林海燕。爸爸，你的手指有能动的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嗯，宝宝的功劳。你要好好照顾爸爸，兰英等着。说，我帮你告诉老师去。不用，没关系，他们这不是都输赢了平吗？欺负孙家宝了，怎么回事？孙家宝在马路上捡瓶子，吴东他们用饮料泼他，还一直叫人家小破烂。这群臭小子真的太淘气了。过零丁洋，他的金句在于他的最后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好了，这堂课到此结束，然后上厕所上厕所，休息休息。吴东，你们几个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不是往家宝身上背水了？是，老师，我们错了。你们知道错了吗？知道了。人家捡饮料瓶怎么了？又能环保，又能挣钱，又有意义。你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为什么还要拦着别人，还欺负别人呢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再发生这种事情，老师立刻找你们家长。听清楚了吗？你说我们班有一孩子，一放学就去捡饮料瓶。你说这么点孩子就会赚钱了，这家大人真够可以的呀。会不会是他们家的条件不好呀？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下。对对，我觉得也是，应该去看一下。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地。曾经的我去麻木的年Thank you.
你们几个过来。跟着老师走，然后老师带你们去看孙家宝。走。为什么要看他呀？老师叫你们去，你们就去。哦。对了，田浩雅，你也跟着老师一起来。嗯，老师。看，孙家宝。老师，你看，那就是脚破烂吗？家宝，你到讲台上来一下。班长，来跟家宝说一下情况。好的，老师。孙家宝，你家的情况老师跟我们说了，其实之前我们有到你家去过，只是没让你知道，所以大家就想为你进行一个募捐活动，用我们的方式来支持你。我们应不应该向孙家宝同学学习啊？别急，别急，慢点。孙家宝，对不起，以前欺负你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小破烂了，希望你能原谅。慢点，慢点，你看你们家这事儿啊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。这是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同志，他还有事儿想问问你。就别问我了，那个问问孩子吧。哦，小宝来了。哎呦，孩子，你爸爸是你一直在照顾吗？你又上学又照顾爸爸，累不累啊？好，我们去看看你们家孙英杰。哎，好。听说呀，这个煤矿的老板被抓起来了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。啊，你们那个低保呢，我们已经给你办妥了。是吧？这样就可以保证你的基本上的生活费用了。谢谢。咱们到屋里吧。啊。是过来看你爸爸的。咱们这个基金会的帮助啊，再加上社会上的很多好心人。都给捐了很多的食品呀、啊、这个款项啊，这样的话你们家的这个困难就解决了啊。孩子呢以后就不要让他再去捡什么塑料瓶了，好不好？让他安心的学习啊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没什么，太感谢了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英姐听见没有？对，好好养病啊！同学们都知道，孙家宝同学获得了全省十佳少年光荣称号。今天，家宝同学的父亲也来到了我们现场，
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父子俩入场。孙家宝同学获得了全省十佳少年称号。全省十佳，同学们，这是多大的殊荣啊！这个殊荣被我们的孙家宝同学获得了。这是家宝用泪水和汗水换得的，他是用他那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获得的。这个荣誉货真价实。孙家宝同学获得这个荣誉无愧于心。平日里家宝同学用他点点滴滴的行动感动着我们，感动着全社会，在家宝同学身上充分体现了平凡中的伟大。在你们今后的学习路上、生活的路上，都会碰到许许多多艰难险阻。当你们碰到这些艰难险阻的时候怎么办？答案就摆在你们面前，用家宝精神战胜它，克服它。校长，过去对家宝同学关心得很不够，在这里我表示深深的反省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携起手来，用我们的爱心来共同关注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关注这个群体里的孩子的境遇，给他们一个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童年，还他们一片清澈的蓝天。下面请家宝同学朗诵一篇他自己写的作文，掌声欢迎。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我爱我的爸爸，我爱生活，我爱蓝天，小鸟陪我做饭，花儿给我笑容，我是一个幸福的孩子。爱是永在
从此离开。